放电了！哇哇哇！吓一跳！干嘛？太震了吧！神经病！哎，你会放电呢？你手机借我一下。好，这边有那个充电线。你要插鼻孔是不是？没有插鼻孔。来，小海豚手借我一下，伸出个五。会不会？仔细看，仔细看。带电的啦，充电的啦。你是会放电的，你是会放电的啦！好屌哦，这么厉害！所以以后我就不用带行动电源，你插自己就好了。插自己，插自己什么意思？欢迎大家，喂，给我借行动电源。一二三，充电了。为什么？可以检查一下，这很屌。为什么？那这一条送我好了，1500。来，手机来连线，仔细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充电中，你让我充满电力，谢谢。好，插着，插着，然后看着我，仔细看，一、二，哎呦，有电了，哇，好屌哦，你对我放电呢，这可以检查一下。为什么你们都要插鼻孔？我傻眼。有一点点。哎，你看一下那个画面，充电了。哎，真的哎，充电了。你好。你好。哇哦，哇哦，好震哦。真的。好震哦。哎，你会放电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电我对不对？没有没有要电的。手机借我一下，这个充电线插上。不会被电到吗？不会不会被电到。你上面是我跟小孩，抓到了。那你现在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哇哇！哎，好屌哦！放电了，好屌哦！哎哎，很屌哎！看来我真的正。可以吧？算是正常魔术。为什么变完开始笑？所以那个网友都会说，为什么都不找 Dora， 是他胸部太小。好，就刚大的，没有哄的啊。好哎，这不能播吧？网友问这句我就有吓到，我想说他怎么会知道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充电线魔术，拜拜，拜拜。好的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跟分享，小铃铛给他按下去，叮叮叮叮叮叮。那魔术 Channel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你这个保护贴该换了，粉丝请寄给他那个保护贴。